全军出击。这个小炮好看呢，这小炮。一个德玛西亚人，一个诺克萨斯人和一个弗雷尔卓德人，确实确实有点磕碜啊，不太好看。老板问，想来点什么？德玛西亚人说，嗯，我要来杯葡萄酒。啊，不对，来杯麦芽酒。抽一下，猴怎么回事？猴怎么回事？猴要跟我硬怼呀！猴，一换一还行吧，咱们没交闪现，可以接受。我想交闪来着，你知道？我想交闪贴，但我攻击速度不够，没那么快。我寻思算了吧，闪现不交了。小亏100块。他有一个红宝石，没错，他比看上去还要挺凶啊！这猴，哎呦我这猴，挺凶啊，老猴！我撇你一个肥皂！不灭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你干哈呢，猴哥？我撇你一个肥皂！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负责甩而已。来吧，猴哥，吃我一个肥皂，吃个药来，抽一下，平 A。一下，阿巴溜平 A 接扣，我就喜欢这猴哥这么凶。我感觉这小炮啊，不能点两个护甲。他得两个护甲的话吧，嗯，点两个护甲攻速不够。这波卡兵线，让兵线进塔。哎呦这猴！这猴上路兵都不吃啊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个猴上路兵一个都不吃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凶啊猴！攻速和护甲没关系，有关系啊！我要点了护甲的。我的意思是第一层啊，我们到底是选攻击力还是选攻速？吃我一个肥皂，猴哥！啊，猴哥！猴哥，猴哥你挺骚啊你呀！你这老猴。出日炎吧，这把的皮还我可能得出水银海。嗯，我应该得出水银海。攻速真慢呢，攻速加成7.725%。中路好像顶不住了呀，这中路。英雄，无稽之谈。
看样子你们把勇气留在家里，那我等你们回去拿吧。干哈去，猴哥？嗯，猴哥是怎么回事？这猴哥，嗯，不灭，抽一下平呗，吃我一个肥皂。这老猴现在已经不用玩了，他就怎么打他也打不过我，我能克死他。但是这猴依旧是这么的凶啊，依旧是这么的凶。猴哥，谢谢，我想让蓝林汉揪我来。行，一会儿我爱惜你奶妈，我揪你的奶。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哇，猴哥，打一架猴哥。先耗他一小波啊。这啥操作呀，我操了。我想先抠再啊，怎么，哎呀。简直了，无所谓了，都一样。小摊一手，如果你再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哎，万一敌人悄悄摸过来，哦，不是，我想问一下波比的大招，就是，就是他怎么说呢？我这等一会儿啊，我想想这应该怎么说。波比的大招智能施法跟非智能施法，我怎么，我用智能施法还是用非智能施法可以让他，就是我摁一下 R 然后是蓄力，我连点两下 R 是挑飞，直接原地挑飞，是智能施法还是不智能施法？智能施法，那就调错了呗。不一样，就像吸血鬼的那个意思的。干哈呢，猴哥？哎，我操，猴哥，猴哥先死吧，你给我死，没遇上墙，有点难受啊，等个六秒，哎，撇个肥皂，哎呦。秀的楼艾克，我估计可能潘森要来呀，你们觉得呢？
望他别有凹槽。一千二。谁暗示大 bubble 了？啊 ，ADC 暗示大 bubble 了。谁起来？卡莎也别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卡莎起来比较难受。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负责甩而已。一会儿潘森要没了，我们小心点。干哈呢，猴哥？猴哥，你挺骚啊，我发现。猴哥，咱打人能不能掉点血？为什么不掉血？猴哥，为什么不掉血？这家伙潘森啥点来呀？哎呦我操，潘森，哎呦，蹲盾牌没飞回来，这盾牌怎么没飞回来呢？哎呀，飞慢了这盾牌。盾牌早点飞回来，我们还死不了，差一丢丢。被动都出来了，但是盾牌没飞回来。潘森八百，我七百五啊，还行。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出自己。猴哥，猴哥，我来了。我的盾牌先把上路拆了，没事，那卡莎一会儿再说吧。既然卡莎已经起飞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回家不回家？来军戴瑞，他来军戴瑞就来军戴瑞吧，没事。呀，这卡莎不死了吗？打个蓝，来了猴哥，盾牌抽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抽一下。你给我走！致命点了，右边有没有日女啊？追啥呀？这追呀？这好追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好追的吧。
出个反甲，咱再来个魔抗，带个扫描，去下路看卡莎能不能杀啊？哎，卡莎那 E 技能，我能不能给他打？用 W 给他打。你俩不杀卡莎，还杀的日女，那不白给吗？那不是白给吗？中路没了啊！中路给你拆没了。谁知道这儿有这么多英雄呢？你怎么还掉线了呢？我刚要跟你去杀这艾克。壁咚！猴哥呢？我先给你起飞，吃盾牌 E 上去抠一下。老猴打人不掉血。别掉线儿啊！走呗！不行啊，不能上！别上啊！别上！别上！别上！没血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跟你说，那卡莎又无敌了。魔抗出点啥呢？我来个影魔刀吧。啊，我得要点攻击力呀、啊！这要不然没攻击力，这没伤害。那卡莎一会儿无敌了，我们也打不死他，那光肉是没用的。这把我出大影魔刀蓝盾，配不出蓝盾。大影魔刀板甲，我走的路很多。大影魔刀板甲，那蓝盾也可以啊。哎呀哈！人有点多。呦呦呦呦！杀我！可不行了。没虚区，只能挨揍。没墙，我E不上卡莎，那啥卡莎上不了墙。靠啥呀？壁咚！小龙吧，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负责甩。先把中塔拔了再小龙，一定要把这中塔拆了，要不一会儿对面撤退啊就可以回中塔，知道吧？赶紧把中塔拔了。女儿有点烦人呢，这他应该控不太住我，没事，这也太能跑了，这啊，这也太能跑了，没有日女儿保他了吧？来啊，壁咚，起飞。猴哥，壁咚！这全得壁咚。卡莎呢？给我杀了！
一个都打不死啊！往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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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我给你们扛塔啊！我给你们扛塔，我接你出来，溜溜溜溜溜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别打了，快走吧！对面来人了，我跟你说，那卡莎活了啊，不是活了，卡莎出来了。哎，这都打不死，没有虚区呀、啊，这逼东好几波，这都一顿逼呀、啊，打人不掉血，但又不能出太多的虚区装，又脆。一会儿把板甲出了。玩家出完出个蓝盾，或者来个冰心儿，来个冰心儿也行。没事儿，没有人能先手得了日女儿啊，日女儿不止，日女儿也上不来，我那 W 一流谁能上得来，你说俺们家逼东哎。我给你个肥皂，推下路啊，推吧，我们就只能打团，这也不能单带，团吧。对，刚刚还没说呢，那卡莎的 E 应该不算位移吧，应该没有办法用 W 给他挡住吧。对，快走，刚才没玩好，刚才 W 技能没挡掉他 E， 我给忘了，哪来个猴，我的肥皂呢，肥皂掉左边地上了，哦，溜了溜了溜了，这可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，这我可得走了。皎月活了，皎月上来了，漂亮皎月，来个带翼月板甲，跟着波比打，我们一起走啊，你不得一起走吗，你跟着波比打，哎我操，跑得真快，小龙可以要，卡莎也就是一个小个 ADC， 怎么能如此装杯呢，我就纳了个闷儿。还会向天界高呼，这怎么就能如此装杯呢，你说猴哥你想讲跳蛋啊，猴哥卡莎没死挺难受，真的。小龙拿了可以。点吧，没关系。走。
2100差点钱，这不卖了吧，这么地儿。那艾克没啥伤害，我一个影魔刀卡上艾克伤害全能挡，挺好。还有虚区，又有虚区。小丑怎么掉线了？那小丑啊，小丑你闻着掉。大龙眼儿啊，那大龙不插眼儿，哎呦啊，猴哥我猜你们的眼有脾气是吧，有，我看谁敢有脾气，来给你揪了个老猴，你个老猴这么不怕死的老猴，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，蓝枪啊，我先把你们给你推一飞，你给我回来，来是高地能拆不？大龙可不好打，走吧，算了吧，一姐，溜了溜了，拆不了了。有的时候，这别拆了，这不能再拆了。小丑去下路带线去了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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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团灭了团灭了团灭了，哎呀！算了吧，算了吧，那说团灭了不信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，是个鸡巴，谁不回家谁杀的，我指定回家。还行，打下来了，可以接受啊。哎，激动，哎呀，我的人头小丑这波不对啊，卡莎老不飞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猴在干嘛？这老猴，我站着老猴。哎呦我操！逃跑能力 max。你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？我给你个肥皂，他要打死我，快快快快快快来个人，他要把我打死，快快快快，轮到我追你了。哎，你给我逼东，硬追呀、啊！
你死的有点惨呐、下一把，他上头了，他我估计是心态。